六七八，二三四五六八换。随着老师的指导，真侪响亮的歌声不断传出来。不过你看银牌的鼓，是不是跟一般看到的不同款？这就是用竹筒做成的笛仔鼓。在信山底下的第三镇富州社区，居民是利用笛仔做成笛仔鼓，唔啦充满地方特色，大家是拍了相当欢喜，同时也当针对家己的兴趣来好好运动。嗯，还蛮好玩的。就是可以跟得上老师，然后比较有成就感。就是有因为刚接触这种东西也会有点紧张啦。就是最主要就是这个音乐的话，我们要手的话练习起来可能会比较快。出笔就是这样敲敲打打啊，也是一种那个，心情就比较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也是借着一下那个花卉。较早无时钟的时代，笛仔鼓就是装来起床以及食饭的通知方式。随着科技发达，这项传统的通知工具演变作乐器之一。福州社区为着打造艺文社区，将妈妈舞蹈班以及儿童舞蹈班结合，开办笛仔鼓班，丰富社区居民的生活。竹鼓在研发的时候，在推广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推广到现在已经九年了。很机缘的是认识我们的杨理事长，那个机缘巧合里面，对于竹鼓在竹山其实是我们原发地，还希望说从现在重新开始，让我们的在地的子弟跟年轻人跟这里的妈妈互相连结，有多一个互动。因为现在的社区真的小孩子都是小孩子的，妈妈是妈妈的事啊，我们想借用这样子的机会，把亲子或者是祖父母一起把他们带到这个社区来，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亲子的代健的活动。开办笛仔鼓班，即卖唔啦成为福州社区的特色之一，更成为大家的兴趣。透过社区活动，嘛好大家的生活更加快乐健康。笛仔鼓，赞赞赞！记者王祖如，长报道。